己串算。阿虎姐姐，最近天气真的好热，我出门都一直流汗，好不舒服哦。对啊，天气实在是很热的。不过乐乐，你敢知影，在台湾原住民泰雅族、泰雅族的传说里面，其实卡在咱生活的世界，拢总有两粒日头哦。啊，一个太阳我就已经受不了了，还有两个太阳啊！对啊，迄当时两粒日头，听讲天气比即马搁较热，而且吼两粒日头搁轮流上班，拢无落山，规工呢光影影，大家吼根本就分袂清日时甲暗暝。啊，这么热啊！不过都是白天，就可以一直玩了。不过，迄当时的人因为两粒日头实在是足困扰的，生活嘛过了足辛苦的。是哦。那现在为什么只剩下一个啊？我得来和你讲这个故事。真久真久以前，有两粒日头，每天轮流上班。我是红日头，我是黄日头，大家，我两个轮流上班。我黄的是一三。我红的是二四六，礼拜就化滚挂顶，就是今仔日啊，加多石头砖，加多石头砖，加多石头砖，耶！我赢，拜拜。哦，我阁输啊，礼拜阁爱上班，哼。一个人上班实在是很无聊的。恩恩，你太来？上公，伊因无代志，就来甲你看。哦，你真正是我的好朋友呢。是讲，啊，咱两个做伙伫遮，很无聊的呢。阿伯，咱来比赛，看谁的根会当救他远。哈、啊！你呀、啊，放下。两粒日头，发现做伙上班比随人上班更加好耍，就决定以后拢要做伙上班。哦，天气这么热，根本就照不出台啊！唔知影天顶太会出现两粒日头，日子真歹过。昨阮家囡仔想要啉水，结果我一拍开水井，水就随好日头输打去啊！对啊，顶天我想要吃果子，想讲补充一点水分，结果果子一慢落来，大空空，一点仔水分拢无。唔呐安尼，我吼想讲归去来去困好啊，但不过这两粒日头27点钟无要休困，光影呀，真久拢无眠啊，安尼会变戆哦。别个讲啊，讲到这两粒日头，我就生气。那生气，我就愈热，愈热，我就愈嘴干，愈嘴干，找无水通饮，我阁愈生气。啊，是有啥物办法？你上巧啊，你拢无办法啦，啥物人有？代志大条啊！安那，发生啥物代志？林甘哥的记忆，足久足久以前，是大人捌推送三个勇士去找日头参详，拄只其中一位勇士行转来。哦，啊，过来嘞。日头大个所在，伤远啊！少年的勇士行到一半就老啊，所以因就决定要先行转。最后，敢若一个勇将行转来，伊讲去找日头的路真危险，行了足久足久，也未行到一半，另外两位勇士着，搁安尼落，毋是办法。好，我想着啊。咱会当甲咱读书时个囡仔爱伫后壁做伙出发，安尼就算咱老啊，因三个嘛会当继续行，一定有一天会找到日头的。有道理哦，安尼咱就带囡仔做伙出发。嗯，阮就是 hero， 做伙去探路。
悬悬的天顶有两粒日头，高乖的日头，甲阮食到到。出发，咻咻，写日头，保护阮的枕头。咻咻，写日头，拄着困难嘛袂好。咻咻，写日头。咻，写日头，拿起钱，你就莫走。起来，你带我走去，紧走。我今仔锁门坏了，我的囡仔就交予恁啊。紧来，别再过，你太大声，放弃。紧来，头上有咱乌的窟啦，紧去。准备，跳，跑。你看，你只乌熊落落去窟仔内底啊！好佳哉，当初你有讲爱乌窟仔较安全，真正是好佳哉。以后不准你阁讲要放弃啊！因为咱是换铁兄弟嘛。咱是堆堆堆堆入少年堆。陈雷公要落花来薪水，安怎？你唔是要薪水？好，阿妹落落来就打。哦你哪会这么吵啊？你也真吵啊！敢有？有，已经一个月都没洗身躯了。一点仔水拢无，都想要洗身躯的呢。新的字做好啊！囡仔，你敢知影安怎写字？来，首先把字按伫中顶端，过来。大力揪落去，手放开，字就会写出去啊！囡仔，这么辛苦的路途，拢是为着咱的厝内人，予因过较好的生活。只要完成任务，啥物困难，拢是有价值的。三位英叔行了足久足久的，因的囡仔嘛愈来愈大汉，开始向因的阿爸学拍啦。打猎的技术，囡仔用这种材料做的武器，砍奶草嘛较好用，较袂这么简单就去用日头晒甲痒去。你爱记得哦，提武器的时阵袂使对别人，吼、哦。注意哦，爱尊敬大自然，下拉的时阵，干那提咱需要的就好，因为这是山神给咱的礼物。袂浪费。阁有看头前的时阵，嘛爱注意你的后壁，找到会使看上清楚的所在，注意你的四周围，冷静的思考，唔通冲动哦。交予你。我知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老鹰叔接班给小鹰叔了后。一天，因总算行到上我日头的所在。行了十几年，天气愈来愈热，应该是要到啊。今嘛总算换咱来完成阿爸交代予咱的任务啊！你为什么在哭？你会惊哦？我是太感动啊！行了这么辛苦，总算要到啊！等咱完成任务了后，再来哭啦。是讲。你两个日头，若无爱插咱，安尼要安怎？袂啦，阿爸毋是有讲过，只要好好甲因讲，一定无问题。日头来啊，就热诶！紧，用盾牌挡者。还因为这么痛苦，搁这么欢喜，气死我！嘿，竟然有人会当行到阮家，你是谁啊？因是不是想要甲阮做伙耍啊？阮行了足久足久，才来到这，有足重要的代志要甲恁参详。恁这两个傲气头，卖搁甲阮创敌啊！无，互恁好看。创敌，阮也无啊。是恁无礼貌的，阮嘛无安怎啊？就是讲。做小的，
什么不安怎？甲天气要甲这么热，拢无法度好好生活。阮两个日头敢那一个上班会足无聊呀、啊？嘿呀、啊，两个人做伙较好耍。你别跟我过来，就过来啦！恁两个竞选。好、啊。恁若要来，就针对我来。嘿，那个字，嘿，拢袂容易啊！竞选。妹夫啊，就听诶。红诶，你慢走啊。哎，干阿无这么热呢？伊敢是受伤啊？你有安怎无？哼！啊！伊看起来足疼呢，是要安怎才好？日头，阮毋是超工的啦。也毋过，你看，阮就亲像你即马共款啊，互恁晒到足热、足疼，日子真歹过，无水，啥物物件拢浸袂起来。哦，是的啦，阮拢毋知影。来。这个药膏给你抹，嗯，这个药膏是阮阿爸来给阮的哦，足有效的，抹来去都袂疼。哇，我给恁这么歹过，恁阁对我这么好哦。嗯，是的啦，阮以前干那想要佚佗，无想到两个日头做伙上班会害恁伤热。好，安尼好啊，为着感谢恁，以后就给我伫黑暗当中替恁照了哦。耶！红的，你慢的啦，歹势啦。哼，明明就是你先找我耍的，你竟然搁先走去，我真正吼对遐个囡仔足歹势呢。以后咱爱轮流上班兼休困，袂当搁想要耍啊哦。好啦，我知。再会。再会。后来受伤的黄日头变作是月娘，黄日头上班的时阵也唔敢耍了太超过，这个世间就开始有日时甲暗暝的分别，大家的生活嘛过了搁较舒适啊。哦，还好他们有去找顽皮的太阳，好好的讲清楚，理解对方的想法，我才不会被晒成芭乐干。是啊。不过也是因为老英叔跟小英叔做伙打拼，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哦。原来如此，谢谢阿虎姐姐说了一个这么棒的故事。刷下来，我和乐乐来教大家故事里面的台语词：猜拳、画滚、画滚、水果、龟迹。龟迹，太阳，日头，日头，打雷，单雷公，单雷公，流汗，流汗，流汗。大家敢拢学晓啊？赶紧来听故事内底好听的歌曲。高高的天顶有两粒日头，高高的日头，甲阮吃够够。出发，咻咻，射日头，保护阮的枕头。咻咻，射日头，拄着困难嘛袂好。咻咻，射日头，保护阮的。咻咻，射日头，拿起钱，你就莫走。高高的天顶有两粒日头，高高的日头，甲阮吃够够。出发，咻咻。射日头，保护阮的枕头。咻咻，射日头，拄着困难嘛袂好。咻咻，射日头，保护阮的枕头。咻咻，射日头，拿起钱，你就莫
走。台湾现主席的原住民拢总十六族，今仔日讲的故事是来自泰雅族、泰雅族的传说。泰雅族大部分拢分布伫咧台湾的北部，赤面是因真重要的文化，有资格赤面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人哦。另外，阁有肩部、织布，也是因真美丽的艺术。伫咧布机做出来的布料，顶面的图样拢足水的哦。大家有机会，麦当含厝内人找资料，来好好欣赏因美丽文化哦。